知识典档《女王不下班》，内容描述现代都会女性在职场、亲情、爱情间如何取得平衡，追求自我实现。而剧中演员互拼演技，更让影迷们期待不已。姐姐，张若昀，陪我去高雄。哎，我有我的事情要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为了宣传即将开播的新戏，剧中主要演员修杰楷、张栋梁、李康怡等人也在记者会现场大谈心目中的女王条件。就是不吃不喝啊！女王不吃不喝，为什么？因为要保持完美的身材啊。除此之外，男演员们也跟现场的影迷互动良好，不仅要玩抱抱，更要摸胸一下。三二一，哦，什么感觉？好害羞，你终于是个巨人了，从前跟你有过成功的好害羞。能跟心目中的偶像另类接触，粉丝们也嗨得不得了。情急上档，恐怕也将掀起另一波女王风潮。